萨摩老弟的近景戏法，长安城独一份儿啊！过奖过奖。那先预祝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哎，对了，我说萨摩老弟，为了彰显一下你的诚意，还得请你啊移驾我的杂戏班，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实力啊。好啊，那我们现在去吧。嘿，好。哎，萨摩老弟，你不会连马车也没有吧？怎么可能呢，真爱开玩笑。我想也是，这萨摩老弟的戏法名震长安城，怎么可能混得跟个杂役一样的，是吧？萨摩托罗人呢？客官走好，下次再来啊。好。阮班主请放心，有我萨摩多罗在，一定会让杂戏班的名声名扬四海，票房大卖。看，我的马夫驾着马车来了。阮班主，你请前面带路，我随后的。哎，马呢？你怎么不进去干？干什么干？怎么来这么晚？阮班主，一会儿见。前面带路啊。你干嘛呢？又整什么幺蛾子？一句话，想不想赚钱？想。走着。叫！叫！就你这两下子，杂戏班能请你去当台柱子？哼，吹吧你就！切，怎么了？就我这手法，这相貌，看不起我你？见过眼神不好使的，没见过这么瞎的。哎，这里不会有诈吧？嘿，你什么意思啊？他们是觉得我有才华，借我去驻场。而且我跟你说啊，我这戏法也不是浪得虚名，早先在西市登台，黄牛票炒到20文一张，闹呢。哎，你看我一下呗，我这好歹站一次台也300文呢。300文？那可不，腕儿就值这个价。赚了钱，请你吃烤鸡啊。切。我给你当车夫，就吃顿烤鸡。烤羊，烤羊行了吧？咦？哎，怎么停了？没看着有羊群吗？走！哎呦，羊倌哦，你稍微快点好吗？真服了。哎呀，你放心好了，他走不远，这又刚下完雨，他肯定会留下痕迹的，咱一会儿就跟着他车轱辘印走，丢不了。驾。咦，又怎么了？哎，人呢？人呢？你问问我问谁啊？不是，你别闹啊！你是不是把人给我变没了？真的，我是神仙呐！这车轱辘印没有了呀！刚下完雨，怎么可能呢？难道这马车插翅飞走了不成？
外面。要不咱先回吧。好。警官，警官，什么情况啊？他怎么在这儿啊？半个时辰前就在这儿了。半个时辰前？半个时辰前，我们不是跟阮大刚分开吗？他头去哪了？是分尸案，头是在城北找到的，被挂在城北门楼上。城北？一个时辰之前，我还看见阮班主跟他在凡舍喝茶。我也想起来了。他们好像是坐着马车一前一后离开凡舍的。不是那个，不是我们确实在一起，然后他说要去杂戏班商谈，结果路上就凭空消失了。三宝，凭空消失？啊，为什么会这样？是他做的。他杀的人吗？他们杀的吗？不是，怎么你们怀疑我杀的？哎，我看我大理寺官差。哎，对对对，就是我们是大理寺的。你拖我干什么啊？对，说的就是你。喂，你说你是不是一天不作妖就不舒服？你能告诉我什么是台柱子吗？能告诉我什么是戏法大师？有没有掂量过自己几斤几两啊？你给我惹了多少祸，偷了多少篓子？我招你做伙计又没让你当爷爷，能消停点吗？不是四娘，你怎么回事？你瞎吵我什么？本来他就不学好，你还跟他瞎捣乱。案子得尽快查，可别引火烧身。有人吗？你找谁？这里是阮氏兄弟的杂戏班吗？我们是大理寺来查案的。昨天你们阮班主死了，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请吧。你们是大理寺的，来查案的。你们阮大班主平时为人怎么样？别怕，但说无妨。他对谁都不怎么样，他们亲兄弟还吵架呢。行了，别乱说话，瞪我干什么呀？他不让说就不说啊！我看啊，没准就是他杀的。你说的是谁？我们二班主，大班主的亲弟弟，好赌还特抠。前天他们因为钱的事情还吵架呢。二班主还扬言要杀了大班主，自己当家。这还算是亲兄弟吗？你又乱说话了。小心我一块儿告诉二班主。这位是大班主的关门弟子小春，平时负责照顾大家的饮食起居。哼，马屁精一个，别瞎说。昨天上午你们都在干什么？我们一直都在练功。是每天都在练功？我们大班主对我们很严格的。那你们谁都没离开过？没有。那小春呢？他昨天有点惨，打碎了大班主的一个花瓶，所以他就被锁在大班主的屋子里面面壁思过。哎，闪开闪开！哎，两位官人有失远迎。哎，快里面请，里面请。快练功，练功！哎，请。二位官爷，说起来，这算得上是我们班子的诅咒。诅咒？我说过多少次，就不该来长安演出。
大哥偏不听。我们戏班人少，可每来长安一次就死一个人。我跟三弟商量过，这案子也不用查了，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要不然下一个不定是谁呢。这案子是不是结，该不该结，不是由你说了算，没有我的允许，你们班子一个都不准走。那你总不能让我跟我三弟陪他去死吧？昨天你们在哪儿，都给我仔细的说清楚。昨天我大哥出门前让三弟监督我打拳，我在西厢房打了一上午。是这样吗？那你要不相信的话，我打拳声音大，外边那些小鬼练功都听得见，他们可以替我作证。是这样的。各位，今天大家是来着了，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传统戏法，叫做三仙归洞。大家请看好。何为三仙？三仙是指福、禄、寿、走。两仙归洞，那位说了不是三仙呢，别急，待我打开仙路走。三仙归洞。好。哎，我觉得呢。怎么了？你这球有问题啊。没问题啊。没问题的话换这个试试。嗯，可以吗？那我试试。你要用骰子还能变，我就服你。您瞧好吧。来，您注意看啊，走，过去。三仙归洞，谢谢谢谢。哎，各位怎么样？这个小戏法有意思吧？拉我干嘛呀？我正看到关键时候呢。看好。看什么看？案子破了吗？有李少卿在，还有什么案子破不了啊？啊？又怎么了？哎，我说你别一天到晚盯着我行不行啊？黄三炮，看好啊！江湖告急，江湖告急啊！来，就这钱，改天还你。干嘛借钱啊？赌输了呗。你去赌了？啊，跟他借吧。谁呀？黄三炮。老大，老大，我错了，就这一次，就这一次。老大，老大，老大，原谅我吧，老大，老大，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老大，黄三炮，没想到吧？黄三炮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你那钱我告诉你啊，你那钱，给我站住！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没说不给啊，啊，是你硬要借我的，出钱就得还，说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我说头三把，你后面连输多少把？是没我输算你的。放开！干什么？哪儿来的？废话，在我手上当然是我的。大胆！上面分明写着阮大阮成的名字，从哪儿弄来的？你从实招来。说，这是杂戏班的一个人，昨天输给小人的呀。叫什么？哎，他们好像都叫他阮二。阮二啊，他昨天不是在练拳吗？没你事了，你走吧。哎，你欠我钱还没还呢，我回去还钱。哥，赶紧还钱。哥哥哥，站住！改天啊，改天还钱。他们又来了。哎呦，哎呦呦呦！各位官爷，这是。阮二在哪儿？我二哥，他刚出去了，有什么事吗？来人，把阮三给我抓起来，哎，做伪证。别，我说，那天我大哥出门，让我看着二哥练拳。我们也都知道，他去找萨摩先生，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二哥就想出去赌钱，我就帮了个小忙，在屋里打木桩，故意造出些声响，让那些小鬼听到。哎，官人，这不能算伪证啊！人在这里，哪跑？你俩留下。元儿，给我下来，否则放箭。人不是我杀的，我没杀我哥，我只是出去赌钱，输钱之后找我哥，那时候他都已经死了。那你为什么不报官？我报什么官？我报官？我多少次扬言要杀我哥，自己当家，他于此，我说得清吗？我，你先下来再说。在哪边？哎，四娘，你好聪明啊，又被你给猜中了。咱能不玩了吗？你什么时候猜不中的话，你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不好？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这次啊，多变化几下。哎，来的正好，我给你们变个戏法。李少卿。案子查得怎么样了？阮儿也没了。啊？又消失了一个。我亲眼看见的，明明一片平地，扑的一下，一阵青烟，人就没了。这阮氏兄弟都好这口，这也忒吓人了。李少卿，我帮你把这湿衣服脱了吧。没事，我掸掸就好。还是脱了吧。小心着凉。没事。对了，哎，什么毛病？就是。李少卿，我真不忍心让你穿着湿衣裳出门，脱了。不用，掸掸就好了。老大，我先走了，伞给你留下。啊，来来来。别客气，谢谢好意啊。回去。老伯，老伯，你还认识我吗？嗯，两天前有个人请你帮了个小忙，看马车过来，就让你把羊群赶到小路上去，记得长啥样吗？我想想啊，高个子，脸有点方，老伯，花裤子，帮个忙，右边脸上有颗痣，你确定？确定。当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啊。我老以为是个苍蝇趴在那儿，后来啊才知道是颗痣。哎，你不用在这想了，案子我已经解出来了。挺快啊。没错，其实呢，案子很简单，阮大的案子不过是一场大的变身戏法罢了。只不过后来被凶手利用，变成了一件杀人案。怎么说？其实呢，阮大的消失和他的出现都是他自导自演的。
当时我们坐了两辆马车，两车间有段距离。此时他事先安排杨光赶来羊群堵路，与我们拉开距离。随后羊群散去，我们继续往前走，却被阮大留下的假车轮一误导，因此我们被引到了错误的路上。阮大则从另一条路离开。阮大在我们途经的路上扔下帽子，撒下动物血，进一步误导我们，让我们确信他凭空失踪。戏法是为了向同行炫耀，经常会这么干。你怎么想到这一切的？帽子。帽子？没错，我们发现帽子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如果帽子是刚刚遗落的，不可能湿到那种程度，除非是有人提前把帽子放在那里。那如果真是他自导自演的，他怎么真的死了呢？阮大的本意应该是让我和三炮找不到他，等我们回到凡舍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在那儿了，以此炫技。谁料凶手提前知道了他的计划，并利用这个机会在阮大回城的马车上将其杀害。凶手是个行家。看来你已经锁定了嫌疑人。那是谁又能提前知道阮大的计划呢？报李少卿，杂戏班的阮三求见。带上来。官人，官人，我求求你，你放我出城吧，再这样下去我肯定会死。你现在是嫌疑犯，没我的允许不准离开长安。我二哥已经死了，下一个一定是我呀。他只是失踪。不不，他死了，他肯定死了，我能感觉得到。官人，我不瞒您说，我昨天晚上梦见我们戏班5年前惨死的那个小雨了，他流着血泪啊。官人，他要逃我的命啊。你等等，你们戏班5年前死的小雨干嘛要找你讨命啊？你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吧。官人，不过这些真的不关我的事儿，要怪只能怪我大哥二哥他们见钱眼开，那天演出踩高灯。谢谢啊。哎，谢谢，谢谢。好，我出500文，敢不敢加凳子？我大哥为了500文钱非让小雨他加凳子，没想到出了演出事故，小雨当场摔死。为了区区500文钱你们就害死了一条人命。我们也不想的，打那之后我们就再也不敢来长安了。在你们戏班里，平日谁跟小雨的关系最好？他们小孩子的事情平时我也懒得管懒得问，不过小春是小雨的弟弟。亲弟弟？亲弟弟。姐姐被你们害死了，她还愿意给你们端茶倒水？当时她还小，我们都瞒着，没敢让这孩子知道，求官人放我一条生路，官人开恩呐。你觉得呢？凶手肯定不会放过他的，不如抓住凶手后再治他的罪也不迟。走吧，我派人护送你出城如何？谢谢官爷。你好了没啊？小爷我时间金贵着呢，好了没有？还没。哎，我就纳闷了，这么一个人渣为什么让我来护送啊？他算老几呀？他，我跟你说，咱俩这趟可得把他看好了，说不定会遇到凶手。你不早说，这么危险，早知道我就不来了，为了他丢了小命多不值啊。催催催，你催什么催啊？哎呀，你自己看看，尿我这一裤子。嚯，你给我找条新的。没有，赶紧上车，味儿这个大呀。快快快快。这儿。哎，你干嘛呢？你看一大老爷们笑什么？我在笑李智。你笑我老大干什么？
你看他平时那么严肃一人，昨天被吓懵了，他竟然特认真的跟我说，扑的一下，船儿就消失了，跟见了鬼似的。他真的一下就消失了，那是我老大亲眼所见呐，就一块平地啊，周围都没得藏，换你你不害怕？哎，那你说阮三会不会也扑的一下就消失了？哎，这种事儿啊，说什么来什么。哎，来了，吁。妈呀，妈呀，这不是活见鬼了吗？你刚才不也看到了吗？他就在里面呢，这才多会儿功夫啊。没错，那现在怎么办？回船。这一样，头是被砍下来的，身体遍布伤痕，死之前应该是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们还敢回来，我让你送人出城，就送这儿来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一瞬间他就消失了呀。没理由啊，就算是中途折返的话，我们已经快马加鞭了呀。什么时候的事？半个时辰以前。半个时辰？对，就是那个时候他突然就消失了。这不可能，头呢？头在哪儿？我找到阮三的头了。在哪儿？在城南的城楼顶上。这太恐怖了。是啊，头还挂在城楼顶上，太可怕了。别害怕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凶手应该就在那五个孩子中间。啊？大班主和三班主都死了，二班主又不见了，待在这里恐怕会有危险。我看，我们还是走吧。咱们怎么走啊？山高水长的。我，你们想干什么？不用害怕，哥哥呢，只是想问你们一些小问题。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个女孩小雨？当然记得，她是我姐姐。姐姐对你怎么样？我们两个从小孤苦无依，都是我姐姐照顾我，只是我那个时候太小，已经记不得她长什么样了。那你呢？你觉得小雨是个怎样的人？就是一个女孩呗，不熟。什么不熟啊，小肖明明就是喜欢小雨。我记得有一次小雨被罚不准吃饭，小肖还冒着被打的危险给小雨送吃的呢。那是我觉得班主做事不公，这跟小雨有什么关系啊？说起喜欢啊，小东才算是小雨的正牌相公。人都已经死了你还这样胡说，再这样说我可要打你了。小雨死得那么惨，死后难道还要被你嚼舌根吗？小雨总是替别人着想，咱们班谁不喜欢他？你敢说你没喜欢他吗？我。你们先安心待着，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去大理寺找我。走吧。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真无邪的样子。头疼。那凶手真的在这群孩子中间吗？会不会是那个阮二啊？毕竟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应该马上就能找到他了。找到他的尸体。萨摩，
阮二的尸体找到了。是全尸吗？还是无头的？在哪儿？跟我走。四娘，你还记不记得你原来给我讲过那个祭祀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祭品摆成什么形状的那个仪式？人祭。对，人祭。那你还记不记得人祭是要把祭品摆成什么样的形状？围绕死者死的地方用刑骸摆成一个三角形。不说了，是人。三角形，我知道了。哎，你干嘛？没错，果然如此。什么情况？去东便门，如果杂戏班里任何一个孩子出现都抓起来，那个人一定是凶手。来，停一下。好，走吧，看一下。小小年纪竟如此心狠手辣。我没罪。你杀了三个人还说自己没有罪？他们杀了我姐姐。我杀他们是替天行道，我没罪。小春，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姐姐的事情的？他们以为我小，记不住事儿。我姐姐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要不是他们那么冷血，我姐姐就不会死。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好了，人证物证俱在，可以结案了。不后悔，姐，你看到了吗？小春替你报仇了，你终于可以安心了，姐，姐姐，姐姐。你是说凶手是那个小孩？你不是说那个时候他有不在场证明吗？他的不在场证明是事先设计好的。我知道错了，放我出去吧。小春先故意打碎花瓶惹怒班主，让班主把他关进房间，然后又偷偷溜出来。他尾随阮大的马车到了凡舍，
并藏身在马车之中，将其杀害。哦，那阮二和阮三又是怎么消失的呢？其实很简单，当时阮二就是藏起来了。藏起来了？怎么可能？我老大都说了，那是一片平地，没有任何隐藏的地方。请问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地？我记得好像是一片荒废的菜地。嗯哼。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哪样？菜地是有地窖的。哦，接着说。我想阮大出事后，阮二怕官府追，一定事先规划过逃跑路线。他先找了帮手，在半路放烟，随后钻进地窖，造成原地消失的假象。那他怎么死了呢？他找的帮手就是小春。没错。小春放完烟雾就躲在地窖里，等阮儿出现后将其绞杀。那阮三是在我们俩眼皮底下消失的，哦，当时可没有菜地啊。但是有马车呀。啊，什么意思啊？马车是被改装过的，所以这无疑变成了一个暗箱，就好像是三仙归洞的戏法一样，利用人们的惯性思维。你以为碗是空的，但是那小球早已被放到了碗里。咱们那天都没有注意到，其实马车里面已经躲着一个人了。他利用身材瘦小的优势躲在马车里跟我们出城，随后用迷香放倒了阮三，从后盖板扔下了马车。不对，我们俩快马加鞭回来的时候，阮三已经死了，又杀人又运尸的，这咋能这么快？除非那个尸体根本就不是阮三。不是阮三的？阮二和阮三是亲兄弟，身材相貌的差不多，如果没有头再交换衣裳的话，你们分得清吗？小春只需要给阮二的尸体穿上阮三临走前的衣服，然后再把尸体丢在四娘的店门口，在咱们都去找头的时候，他再赶过来把阮三的头扔到城南门。这样一来，大家就会以为这是阮三的尸体。这也太复杂了吧，他图个啥呀？他对于人迹的传说深信不疑。人迹是要把祭品摆成什么样的形状？摆成一个三角形。小春之所以会被我们抓住，是因为他一心想着为姐姐超度升天，才会坚持要把阮儿的头放在三角的最后一个位置，也就是东便门。说起来，你当时还闻了闻阮二尸体的裤子，难道裤子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吹什么吹啊？你看，尿我这一裤子。你竟然。我知道。哎，你给我闭嘴啊！因为这小偷杀了你，换衣服的时候不可能连底裤子一块。你给我闭嘴啊！闭嘴啊！快给住！